好，我们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宣读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关于经济部主管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讨论事项宣读完毕。介绍在场的委员跟与会的首长。我们欢迎高志鹏高委员在场。那今天与会的有邓正中邓部长，以及杨维福杨次长所率领的所有的经济部的团队，还有我们台糖陈昭义陈董事长、杨景龙杨总经理所率领的团队，还有我们中油林盛忠林董事长，跟我们陈绿卫陈总经理所率领所有的团队。以及行政院主计总处王立倩王科长，好，谢谢。现在继续进行询答发言时间，每位委员发言8分钟，必要时延长2分钟。如有临时提案，上午10点半左右进行处理。有请高志鹏高委员。主席是有请部长。有请邓部长。高委员早，早，部长。Hey. 我看刚才记者都很关心，问你昊鼎11点要在交易所宣布重大讯息，你知道是什么讯息吗？我不知道这些，我不知道个别公司他们将要宣布的消息，我们也不会事先知道了。没有叫你背书了，你不要那么紧张了。你应该也没有买吧？我没有，我没有。那女儿儿子有买吗？没有。没有，不要那么紧张干什么？不是，这重大消息应该都是大家关心的。那你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说要宣布停止交易，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我想我们大概就只好等到11点他宣布了，应该是尊重这些上市公司的这个对外，他们的决定嘛，他对外揭露什么？好吧，那可能到时候还是请你幕僚去问一下吧，我看大家。我帮你说，那个休息的时候还是会去问你自己做一下功课啊。部长，是不是请教您跟中油董事长中油的资产里面还有很多闲置或低度利用的建物跟土地了那中油公司这几年。累计亏损，105年就808亿了那105年度的预算案里面净利编了56.56亿，相较于104年的预算数大幅衰退了56%多就少了一半多了那比起前几年获利能力明显下降为什么今年？特别的没有信心，是财务结构的问题吗？因为我看105年度的利息费用就编了64亿，你的净利编了56亿，利息编了64亿，是，所以是都被利息吃掉了吗？是利息不，报告委员，这个利息的部分呢，是因为我们负债的这个付息的负债的金额还蛮高的，大概有4-5千亿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些债务的付息还本的东西啊。反正付息是每年都要付的啊，是每年都要付啊，前年要付啊，那为什么今年那个净利编的这么少？今年跟去年利息付的特别多，对，有一点提升，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有海外的一些诟病案今年会陆续再去执行。那执行的话，有多一部分都是要举债的。所以会增加我们的负债，所以又要举债，所以又增加了利息，所以就获利就降低，是这个意思？就利息的费用会增加，所以你们那个成立油电双涨之后成立的绩效委员会，看来现在都没什么用嘛。光是我们来讲说，你这些那个闲置土地或低度利用的土地好了，我们发现这个中油公司在104年8月底多笔土地
有低度利用或者是闲置的哈，而且低度利用的六笔土地哈，一共有23.53公顷哈，104年度一年呢哈就要负担高达5047万的地价税，闲置的六笔哈有10.91公顷，104年度要负担的地价税是658万，有人说104年度你这些闲置或低度利用的土地哈，就要花5705万的地价税，是啊，所以你们那个计价改革根本没什么用啊，说要活化土地根本没有用啊，光是中油的这个企业大楼，说了多久啊？要出租啊，都更啊，要怎么样活化啊？结果你们摆在新义计划区的精华地段，然后来当企业总部。你们又不是什么金融机构或者其他服务业说，说啊，一定得在啊那个新义计划区一定给盖一个美容大楼啊，才能够提升社会形象、企业形象或什么的，那显然都没有用嘛。那你这样，你这财务危机怎么会解决？你这财务结构怎么会好？对，我跟委员报告，这个有关资产管理部分啊，我们在2年前就成立一个资产营运管理处，专责去已经把这个公司所有的这些闲置低度利用做一个调查跟处理。那么是有一点绩效，因为透过好几笔土地的一些设定地上权活化之后啊，大概最近这3年内大概有30几亿的收入，加上每年都有一些固定的租金收入哈。也不是叫你去卖掉干什么，所谓活化是你要让它有最大的效益，你要或者租或者是怎样，就是不要闲置在那边而已啊。对对对，我们都持续在处理这个问题。现在还是有这么多闲置跟低度利用的土地，那显然没什么效果嘛。每一件比较大宗的我们都在做，但是有一些需要一点时间啦，所以逐案在做，我们也跟行政院提报齁，资产管理小组都有详细的提报，那么大概是因为以前财大气粗啦齁，没有在管这个齁独门生意，那现在被跟财做竞争，那当然什么啊，到底能不能真的有这个绩效齁，我们真的觉得怀疑的齁，我看我们就发现的是今年的预算啦齁，捐助经费标了6亿2000多万，比103年度的决算多了3亿6000万，增加的幅度高达73.35%。阿市长，今年市长要下台了，要干嘛？要做一些上台通知，就是等于你今年编的预算比103年度的决算一共多了3亿多。是。103年度一共只花了2亿多，结果你现在一下子又增加了3亿多，你是要捐给谁？捐钱有助于你的财务状况吗？是捐钱可以抵税，所以。包伟，那当然这个部分是一笔必要的费用，包括就是我们过去做环评，我看不出来，你就是什么捐助个人、捐助社团、捐助政府机关跟去年度的预算都一样啊，也没有什么增加什么其他的项目都一样，是这样，因为有一些就金额就是多了3亿多。对，那个是我们对林园厂的一个环评承诺，然后又有这么多钱可以捐，逐年编列了。那去年少是因为它有一些部分，但并没有自用，所以那个都是承诺要补助地方政府，或者是说这个这一些。你老是去做这种上来通知，你财务结构怎么会好呢？啊，那我再问一下台党哈。好。啊，台党也一样啊。台党也是乱花钱哈，那个。审计部审核的哈，是103年度台糖的财务收支及决算审核通知事项。台糖从1999年度到103年度，台糖土地活化及休闲事业可行性研究等6项计划，一共编了7073万，那历年来都没有执行，通通没有执行，六项计划没有一样执行，而是在编的啊，编好看的，编好玩的，啊，应该不会没有。那表示你们的土地活化跟休闲事业的可行性是不可行的，还是根本没有想要活化？我们就做成平段啊，做。我是不是请王副总稍微说明一下？那个都有这研究发展的部分是王副总在负责。不，你们自己写就说还没有执行呢、啊。是，跟委员报告，我们是这个几年里面总共是7000多万，那我们是有一个大的计划，比如说土地活化，我们会做台南高铁站区，或是鳌谷，或是我们江南度假村的环境教育，这一些我们只是把它分散到一些小计划，
那有一些行销的，我们也是会在做研究之前做一些市场行销的研究。你们这样定了一个假计划不执行，那就排挤效用嘛。那其他计划也根本没办法编预算啊，也没办法去推动。因为土地的处理是对太阳是大事，所以那个计划应该都会做，应该慢慢来，慢慢研究，所以土地就继续放着。啊，那中友还说他已经两年前就成立了相关的单位去研究。那你们这土地活化有什么成效呢？台糖第一个，譬如说我们那个被占用的土地1700多公顷，大概几乎全部回来了，哦，大概剩下一点几公顷。你全部今天就是在讨回这些被占用的土地，所以其他的那一部分已经等于是差不多阶段性完成了。那我们自己的地的部分呢，因为我们现在有好几个高铁站区啦，或者是从化区，地土地都蛮大的，所以那个土地的利用。在将来都是很大的项目。你看，啊，台电中油啊，因为油电商转啊，成立了什么绩效改革委员会，至少成立了啊，至少好像有在说一动做一动这样了。那是不是像包括台糖，包括这些连资源被占用或什么的，是不是应该全面去清查？即便啊，糖没有涨，盐没有涨，是不是这个绩效也是应该要来做一些一定的考核或什么？啊，甚至不要说连那个什么研究计划都没有执行，啊，部长，台糖的土地管理是一件很严谨的事情，而且我觉得绩效算管得很好，怎么利用还要加强。那至于在绩效方面，我们这几年进步非常多。怎么哪边多啊？就是啊，你比如说台那个庄友说他至少什么土地活化部分大概有30几亿的收益，啊，那台糖呢？但是你台糖常常又让人家觉得啊，是不是在卖主产？所以这个绩效到底怎么评估？部长要问的就是啊，部长，国营会有没有这样的绩效？有没有统合去统一的去就各个单位？陈处长跟你报告，各个单位是去做，是不是很多？就是、整个绩效到底怎么样？是跟委员报告，那个台糖公司目前大概土地用活化出租的这个部分有非农场出租的部分有26019件哈，那农场出租部分有1839件，那非农场出租的部分面积大概有6161公顷，然后农地的部分大概有9193公顷，所以我们自己业务上没有在用的这个部分，我们用出租设定地上权的方式来办理。好了，部长，我最后。报委啊，我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了哈。就说你有没有做一个标准啊？之前因为油电双涨啊，在风头上，所以去成立什么绩效小组，我们当然也存疑了。但是至少好像有就这个东西去做了一个目标一个什么的。那各个国营事业当然情况不一样，有的土地多啊，有的是其他可能技术或什么。但是如果说土地活化啊，这个大方向是的话。到底国营会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好，有没有就各个公司去做一些绩效的评比？好，那个鲍委员哈，经济部它有一个加强土地清理活化小组的一个督导汇报，哈，那我们会对于这些闲置的土地怎么活化，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去追。好了，有没有可能啊？就国营会下属所属的或者相关或者是始终说。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然后论功行赏啊，甚至如果有那个绩效不彰的，就应该处罚。有没有什么可不可以制定一个标准出来嘛？我们应该会把它列到他那个全年度的那个绩效考核里面去了。啊考成的项目之一。这本来就是我们的那个考核项目之一。那显然没什么用嘛，所以每个月没什么用。是不是？好了，请部长研究一下，有没有可能一个统一的一个绩效考核，就是说你等于全部都有一个台长他被侵占一个绩效的管理的一个。的小组一个机制，全部去做一些考评，然后甚至定时提出报告，各个公司做评比，有没有可能这样做？可以啊，可以啊。他那个汇报，我们加强他的功能好了。是，好，如果有资料再送一份给是某委员跟我个人，好不好？好，可以，好，谢谢。好，我们有请林俊宪林委员。谢谢主席，本席邀请部长，有请邓部长，还有我们中油董事长，中油林董事长，林委员长，部长长，
我们看到中油的报告里面，其中我要关心关于海外探勘的事情。中油一年才赚50几亿嘛，但平均每一年的探勘的石油探勘的钱啊，都是50-60亿啊，也几乎就是你把每一年辛辛苦苦赚的钱啊，几乎全部都投入在探勘里面，不管是海上还是陆上。那看我看那个绩效啊，也非常的差。当然，石油探勘啊，是长期延续性的工作。那中油一直交不出探勘的成绩，其实我们也要考虑到了石油的市场。过去所谓的能源安全这个观念都根本要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石油啦，其实在未来大概以现在的科技啦，以及新发现的石油产量、新的能源供给啊，100年都不会缺啦。台湾更是个海岛型，所以如果我们应该是要以分散采购的安全方式啊，你全部你想要去自己去探勘，结果就是变成啊，每一年都投入几十亿，那怎么投入也不晓得。然后呢，我们发现啊，不止绩效差，中油实际上啊，自己的财务啊，根本也没有能力啊，在负担这样的一个石油探勘呢、啊。董事长，你现在的探勘绩效如何？这个探勘的部分哈，委员也知道，它是一个高风险、高报酬，但时程要拉得很长。那么整体评估下来哈，从开始我们在海外有探勘到现在啊，这个绩效都是正的，历来的收支大概都可以抵付我们过去所投资的成本。这一点大概有实质的数字可以提供委员来参考。所以这个要看探勘是要看比较中长期，而不是短期。那么另外一点，我看的都是负的。对了，就是短期你在里边看有一些是负值，但是我们加总起来每年都是正向的。你探勘的油源占你一年多少比例啊？探勘的油源，这个我们探勘的只是说在这个才是算绩效嘛？对，希望能够那你探勘到石油，那你现在占你一年多少？我量啊，差不多是两三个 percent 是我们。那这个叫绩效好？不是，现在这个绩效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握有自有的油气田，国内有资源有限嘛，所以必须要从海外去做一些探勘的啦，投资。最早当时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口号目标啦。报告委员，这个并不是口号目标，这个在一些资源欠缺的国家都有这样类似的做法。实际上你做不到嘛。对，是一个目标，我们要朝着目标增加这些自由油气持有的比例，而且一年几十亿、几十亿这样丢，你一年才像去年，去年嘛哈，去年预算才要赚50几亿，都不够你去探勘呢。另外，我来讲其中探勘的敏感区域南海啦，南海风云呐、啊，现在中油在南海探油吗？在南海我们没有探油，我们有做一些资料的调查，没有嘛哈，是。那我们跟中国合作探油，目前的状况怎么样？目前我们有两个跟中海油，一个是台潮合作案，那个也进行好多年了，是海峡中线的；另外有一个台洋合作案，在我们深水区那边，跟中海油跟那个法国的 Total 石油公司在合作。未来会不会受到影响啊？台湾政党轮替以后？我想这个是一个国际合约了，所以基本上这个合约的话，应该没有政党轮替的这个影响。那台湾，那我们在像利比亚跟利比亚合作的那个嘞？利比亚的合作，由于他国家有这种政变，那个是被他们征收掉了。那个确实是。那亏多少？整个亏10亿啊！我看看这个金额，我再请我们同事。我们跟利比亚合作探勘石油，因为利比亚的动乱。现在整个全部被吃掉了。对，这一些比较这个风险高的国家，确实有这种情形。你的这些不止探勘的绩效不好啊，转投资，我看也很惨哎。转投资的这个绩效还是正的。中油的中美和中壳、台药石化和环能，这4家都连续亏损3年。对，中美和跟部长，我上次请教你的
我们经济部所属的38家转投资国营事业转投资的事业里面呢、啊，其中有9家亏损，中油就占了4家了。这4家其中台药石化嘞，关起来了。对，台药石化由于当地居民的抗争，这个问题，现在是民营公司嘛，几乎全部要整个公司要收掉了嘛。我暂时就是停止作业，啊，公司还在，就等待这个适当的时机，还有恢复的可能。另外，环能，环能是不是连年亏损？环能海运，环能海运它是新公司，所以大概今年起就会有盈余，它是新公司，新公司哦，待遇非常好哎。环能才几个人？环能董事长在不在？环能董事长他今天不在，是我们中友派过去的嘛哈？哎，对，我们的环能员工有几人你知道吗？有9个员工，含他一年薪资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那么人事费的话大概1000多万元，啊，部长，他才9个人呢。对，他还有15个船员，还有15个船员。一年薪资哦，哇，要1000多万呢。但是人事费，中友的经营绩效啊。我觉得啊，这几家重点公司啊，董事长，环能，你说今年才要开始赚钱吗？对，今年会开始有盈余，因为他船进来了就可以开始盈余，以前都是造船嘛，啊。我觉得你的探勘事业啊，要缩减规模啦，肉包子打狗啦，你每一年都丢50-60亿，连续最近这几年，就尤其2012年过来以后。大幅攀升，结果找不到什么东西，油价开始低迷，那全球不断有新的油源出现，那中油才拼命的去海外要去挖，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对，包委员，这还是一个国家能源安全的考量，没有错啦。是，那只有国家能源安全，就一定要自己去挖吗？刚刚您讲有一个分散油源，这一点我们到大致上也做了。我们分散采购，然后在这个投资自行开发的部分。我看中油啊，太大了啦，一年做8000多亿的生意啊，才赚50几亿。当然，因为你是国营事业啦啊，那你其中我觉得最大的浪费啊，就是海外的探勘呐、啊，以及啊你的转投资事业的绩效等等啊。我希望中油这个部分哈、啊。我们要持续的来加强努力。是的，我请台堂。好，林委好。好，董事长好。是，我要让部长知道一下哈，台堂大概连续10年呐、啊，都要靠大卖土地了。去年卖多少？去年主要是被征收，所以土地的收入大概100多亿、哦，大概卖了1000多公顷哈、哦。几乎过去我算一下了，10年来，台糖平均每年啊都要卖超过40座的大安森林公园，那么大笔的土地啊，我都很害怕呢。跟立法院报告，台糖要是有一天土地卖完了，那怎么办？去年那个出售的土地是131公顷。161公顷，其中包括合法产业园区。我说历年来啦，你台糖历年来土地减少的哈，是我们给他算一下平均呐、啊。主要土地减少最多的就是科学园区啦，那个高铁线啦、啊、之类的，都是政府的征收。如果没有卖土地的收入来资助的话，你看台糖。最近这几年呢、啊，只要1999年到2005年，你的8大事业部啊，大概亏多少？我看大亏70几亿了。我们现在的目标，今年预计要亏多少？今年预计是我看预算亏7亿啊。我们努力想要把它降到最低。部长，大概今年的预算是编7亿7的亏损。7亿7嘛，哈。是，台糖除了卖土地以外啊，到底本业有没有救啊？还有救吗？本业是砂糖，那砂糖糖以外啦，自产养猪啊、兰花等等啊，自产糖的部分是注定每年会亏5-6亿。糖本来就会亏嘛，啊，那个你的政策任务跟农民的保证价格，那个一定会亏嘛。是，那不止糖以外啊，台糖哦，所谓的多角化经营啊，是，包括你的养猪啦，包括兰花啦，包括你卖一些生技产品啊。其实如果没有卖土地的收入益助啊，台糖哦，
每一年啊都要大亏了，至少七八亿、十亿啊。到底还有没有救？有没有转正的一天啊？跟林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公司上下的努力目标就是事业部我们自己至少嘎平，这是我们努力目标，希望在这两三年之内能够完成。两三年怎样？转亏为盈哦，就是至少嘎平，至少嘎平很难呐。你要嘎平，你有这样的计划吗？跟林委员报告，我觉得有机会。你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你送出来给国会的报告，为什么不敢写？那么厉害。有机会，有机会哦。跟林委员报告有机会，这个不敢随便讲。部长，让你顺便知道一下啦。从民国九十九年预估到今年105年，台一堂要大亏70几亿啊。亏到76亿多了，像今年就要亏7亿8000多万，几乎全部要靠卖土地了。所以看要怎么样减少亏损啊？你的生物科技、量贩、油品、台糖，还有什么砂糖啊？当这个政策性的嘛，畜畜、养猪、精致农业等等。像我在台南看呐、啊，生意最烂的卖场，台糖开的了。最没有人去的加油站，台糖开的了。那到底台糖会不会做生意呢？你看，你每一个部门，八大事业部全部亏损，无你嘛一人赚钱诶。倒不至于全部了。不过我另外我跟你报告几个数字哈，就是过去四年，所以啊、台糖的经营的绩效啊，非常的差，那公司里面最差的。董事长，是加油吧。好，我跟你报告过去四年的数字哈。大概亏损的金额，把事业部大概。我们有时间的了、哦、啊。好，谢谢董事长，谢谢进步很多了，谢谢主席。好，我们有请吴志扬吴委员。主席有请部长跟中油林董事长。有请邓部长、林董事长。那个委员长好，部长董事长好啊，委员好，我想我代表桃园乡亲啊，我关心一件事，桃园炼油厂到底签不签？桃园的炼油厂到底还有没有搬迁的计划？目前过去经济部曾经做了一个承诺，那么我们一直是在觅地了，但是一个原则就是说先找到地方，先新建后拆迁，这个原则来持续来进行。那我想每一个部长哦，这不是中油自己的事，因为这整个是我们能源的问题，工业的问题啊、哦。我们也知道桃园的炼油厂担负了整个台中以北整个的工油啊、哦，我们桃园的人。也是工业发达，所以我们不是很自私、哦、但是因为桃园现在已经升格为都，而且原来这个陶炼厂的地方原来是没什么人，现在变成是最精华区、哦、其实在公安、环保、交通各方面对我们桃园市民的冲击非常非常大、哦、所以我现在想请问一下部长，以我们国家的自己的能源政策，桃园的炼油厂到底有没有可能搬？我希望你们诚实的讲，520快到了，你诚实讲，你这个也应该向新的政府要报告，这个案子要列入报告、哦、你不能说民意代表、地方的民众闹一闹，我们民意代表吵一吵、哦、你就动一下、哦、然后不吵了，大家累了又归于平淡。上一次密地小组开会已经是。多少？102年的年底，距现在已经2年多了、欸，那这中间又不密了吗？部长，你知道这个事情吗？因为我已经跟好几个部长讲过这件事情了。我真的，我们都很关心这件事情了哈、哦。那个当然，桃园炼油厂是不是重要？我想对国家来讲，能源供应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它搬迁的可能性，假如说地找不到的话。找不到他可以去的地方的话，他的迁厂其实是相当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好，我想就不要糊弄我们桃园市民，好不好？啊、哦，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很久了，从林毅夫部长开始答应，他答应的所谓一般民众讲的10年搬厂期，其实应该不止了，搬厂大概不会那么快。我印象中，从郝柏村。行政院长答应
中油的高雄炼油厂要搬，那个计划大概是那个开龙委员长的25年吧，啊、哦，哎、欸，可是你们不管大家不满不满意，你们就照那个计划在做啊。那桃园的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连个密地的小组现在都爱开不开的，这个我是觉得要诚实的跟大家讲，不要敷衍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哦、尤其不要敷衍我们地方政府跟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哦、如果有困难，什么样的困难要跟大家讲清楚，好不好？董事长会不会比较清楚这个事情？对，是的，我想这个委员的指教，因为委员过去担任县长，很清楚这个案的这个背景。那么在整个的密地小组现在还在运作，并不是说就没有，但是呢，各位也知道，就是由于这个密地的困难，那么在每次过去从桃园几个地方也试过，大概5个地方，大概都有它的困难之处。那么扩及到其他的县，现在还是在办理当中了，寻觅当中。这个我们也会陆续向桃园的民众，还有我们各位委员，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来说明。我想经济部应该确认一件事，这是整体国家能源政策，我不希望。一直老是在桃园的几个地方在打转，这不是桃，名字叫桃园炼油厂，不属于桃园啊、哦、我们桃园的海岸线，你全国来看一下，我们算是偏短的，我们也只有2个港口，算是很小很小的地方。然后我们周边已经有非常严重的工业的污染，跟各种的专区在那边，已经是环境负荷能力非常脆弱的一个地方，再加上前几年你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很重视这个所谓藻礁的富裕，刚好就在这个桃园的这个海边，所以你再在桃园找，我觉得环评要过，即使那个水深啊什么条件可以，环评要过的可能性很低很低，居民的抗争让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建议密地小组。不要老是在桃园打转，这不是桃园自己的炼油厂，它是供整个台中以北的。部长，我跟您报告，101年的时候，我们就有建议啊，那个密地小组会甚至有把台北港、台中港这些通通都有列进去，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那这几个其他桃园其他地方的评估报告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适合？哦、我们甚至觉得那时候你们不是好像有要去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啊、哦、马来西亚嘛，我们也是说、欸、也不一定要以邻为壑啊，对不对？不一定要放在我们隔壁的县市，他们也不也许也不欢迎，但是台湾的产业也许要到海外去、哦、那经济部对这整个部分到底有什么战略？还有一件事就是高雄气爆以后，高雄气爆以后，我们桃园人吓死了，这种事情不知道哪一天会轮到我们桃园、啊、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想，高雄气爆以后有没有改变部长跟董事长在炼油厂的布局的一些策略，比如说他根本应该要远离城市的一个中心，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策略上的改变？委员报告一下，我想这个高雄气爆它是属于工业管线、啊、那么桃园的部分、啊、基本上都是油管、啊、各种不同形态的油管，而不是这个是工业管线，这两个在程度上有差别。那么对，那么整个的策略，我想除高雄气爆之后，增加我们很多这种管线管理巡查，还有一些改进的这个作业，所以这个也包括桃园，我们整体都有做一些评估跟视察，我们一定要确保桃园地区这个管线的安全度能够让。那部长，我现在马上就问，我希望你520之前，哦，我想现在桃园市议会也在开会，大家也在关心这个事情，哦，密地小组赶快。再次启动、哦、而且要把桃园以外的你们评估过的所有地方，你们有认真评估的证据拿出来，不要敷衍、哦、不要桃园以外的就随便、啊、看一看，说不可能、哦、我们桃园的你都很认真去查、哦哦、什么探勘啊，什么要建设费用多少都，那你其他地方是不是也一样比照这样子 去处理、哦、另外我问一下，我们现在如果短时间、哦、我知道
所谓的搬迁，光是你们土地处理可能就要八九年，再建厂可能要十几年，所以才会有一个二十五年的计划。林毅夫部长后来那个时候做出来的，刚好也是二十五年计划，是不是？你们有一个 pattern， 迁厂就是二十五年，是不是这样子？报告委员，陶厂大概没有这样的一个时程的规划了啊，当初只是说要做一个迁厂的承诺。没有，当初那个评估报告写得很清楚，九年土地开发时程，加计三年的三期的建厂，十六年加起来二十五年，真的是这样？你们自己的报告写的？好，二十五年，那个是在找到土地以后的行程，但如果土地找不到，后面就没有办法持续下去。我也先跟那个这个部长报告啊，这个当地的居民已经忍非常久了，他们觉得你如果有开始在动，有真正在评估，有真正在找到地方了，而且在做，也许二十几年他们勉强同意。如果感觉上你们在敷衍，感觉上你们在糊弄桃园的老百姓的话，他们不会等到二十五年，因为看起来遥遥无期。他们十年的期限早就到了，在前年，他们认为土地开发他没有什么先建后迁的问题，他觉得十年到你就应该要迁走了，那已经在两年前已经到期，他们随时有可能会用比较激烈围场的手段，我想你们要善尽沟通的原则，好不好？那我请问一下，那陶炼厂你暂时好，就算你现在找到二十五年才搬走，这段时间你有没有任何内缩或者是缩减使用面积的任何的一个措施？跟委员报告，其实在这个厂区跟邻居这部分，我们已经内缩了，内缩做过，而且还承诺加盖一个环保公园，这个都是经过乡亲他们认同的一个做法。已经开始做了，已经做了，已经完成了，是完成。那我要求五二零前，部长你回答一下，五二零前你密地小组，因为我在这边跟您特别拜托啊，密地小组马上重启。好，好不好？因为新的议会、新的市府也起来，你要重组，人都要重组，好不好？好的，好的，好吧。好，这个我们可以做。是，谢谢。有请高金素梅高金委员。谢谢主席。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请部长？有请邓部长。高金委员您好，部长您好。今年在二月份的时候，媒体有报道中油要针对山区和离岛地区调高油价，请问一下，您知道这件事情吗？我知道。您的看法是什么？他这个是？请问这个政策有在推动了吗？这个政策现在没有在推动，没有推动的原因是什么？当时一个构想，当时是一个构想。谁想的构想？中油有这么一个构想。谢谢部长，请中油董事长。董事长，您知道吗？身为一个国营企业的董事长，本来就应该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是。你清不清楚知道，现在山区的油价跟一般的油价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可是我们部落的民众要加油到我的，地方，到我回家的地方要多远？您知道吗？对，各地区可能有一点差异了哈。司马库斯这个地方您知道吗？司马库斯好像最近在谈要再加盖一个可以来服务当地民众的一个供油设施。司马库斯到我能够加油的加油站最近的来回要五个小时，所以当你提到在偏乡地区还有离岛地区要把我们的油费调涨的时候，你对这些地区的民众来讲是情何以堪啊？是的，我想这个是外界有一点误解了啊。当初在谈这个，并不是说要对偏乡的民众课以比较高的这个油价，其实绝对不会这样。其实我们非但没有课高，反而都有补助。那你想怎么做？都有补助。你想怎么做？不，当初怎么补助法？
补助的部分呢、啊，就是说他们当地啊，在这些像这种运费的补助啊，像桶装瓦斯的运费都有补助的啊。所以什么意思？桶装瓦斯跟我加油有什么关系啊？对，我是想这，但是油品的部分从来没有。董事长，你知道吗？当一个政策要推出来的时候，要经过脑袋啊，脑袋跟嘴巴不要一下子出去啊。我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意思。现在那么多的观光业者要到原住民的山区去，你是要让这些观光的人能够在原乡地区加油，能够多一些钱，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在地的原住民族、在地的偏乡地区，他们在医疗上面、在所有的交通上面已经非常不便了。结果呢，你这个政策一出去了之后，你伤害最大的又是最弱势的这些人。包委员，不会的，任何一个措施我们都会有配套，但何况这个都还没有成熟，并不会没有成熟，那干什么要在对外说宣布呢？我们并没有对外宣布啊。你宣布的同时，你知道吗？是，我马上看到我们的部长马上给你打回票了，你这不是自己打脸吗？并没有这样，报告委员，并没有这个构想啊，这个构想根本没有出在内部，他们在提这些问题都是有很多的可能性，但是保护弱势这个是中友一直在做的，并不会。不要讲保护弱势，我们的弱势是因为政策的不公平，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明白吗，董事长？谢谢，请你回座。好，部长，请问一下，这个政策还会推行吗？现在因为他当时加油站有一些他的一个条件了、啊，所以我们调整了加油站的利润，我想暂时不会再去做这个事情了。本席在这边一定要郑重的宣布，国家的国营企业本来就是要本着社会。很重要的所谓的社会的那个责任，你知道吗？在原乡地区，我们要有个加油站，你们中油哦，每一次都讲成本考量。很抱歉，进去的是谁？台塑。目前苗栗泰安乡、五峰乡，台塑已经表明跟本席说，只要用地取得，他们很愿意进去做社会责任的工作。我们看一下中油有吗？你们每一次要做任何一件事情哦，都是用经济考量。当你们用经济考量的时候，最弱势然后最辛苦的就是偏乡跟离岛。然而我们的弱势并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弱势，而是资源分配不公，而是你们所谓的经济考量的成本不对的。部长，身为一个国营企业，本来就要肩负社会责任的工作，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本席在这边的一天，本席就不准我们的经济部加油站对我们偏乡离岛的加油那个调高。所以部长，你最好，当然五二零已经要过去了，我希望你们在交接的时候也把这件事情考量进去。国营企业本来就是应该要肩负社会责任，你同意吗？同意。好，谢谢。另外有请台堂。高经委好，董事长你好。是。我们在临时提案里面有提到，就是在一个月内，你们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小组，把台糖的一些土地把它整理起来，你应该知道吧？是。好，本席手上拿了这一本《战后初期台湾土地的接收跟处理》，其实呢，非常的清楚。所以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哦，已经算蛮多的。我不知道这本书您看过没有？这个研究报告，这个是何凤娇的研究生他写的，他的博士论文，看过吗？我可能不确定，我可能不确定哪本，但是我们的财产的清册是很清楚的。提供给你们哈，是那个董事长，你知道吗？在我这边看到哈，当时日本政府啊，在这个占据台湾的时候呢，他推了26号日令。所以不仅仅在原住民的地区哦，搜刮了所谓的没有器具或者是文字的证明，以供为那个提供给这个日本政府的这些证据，通通收为国有，包括台糖的土地。本席手上哦，有看到这个研究报告里面有非常多的土地的产权的争执。也就是说，当时日据时代的时候，用武力、用侵占的方式侵占了人民的土地，然后战后了以后，国民政府来台湾承接了所有的土地。这边手上有非常多的战后请求返还被台糖糖业资本强占土地表，在我这个资料里面的181页、181
1283。我不知道董事长您知道这件事情吗？一直有这样的一些争议啦。那这个争议，因为土地还是登记了就，就是他的所有制就是登记制，不可以。这一部分，我想要董事长，我跟您说，当现在我们的小英准总统在谈转型正义的同时，当我们在清场所谓国民党的胆场的同时，我觉得真正的转型正义不能够只做一半，一定要整个做完。包括26号日令，原住民没有任何可以拿出土地证明的文件，通通都应该要清算。包括台糖当时的株式会社，制糖的株式会社，怎么样在我们的不是原住民地区，在台南地区，在高雄地区强占我们这些人民的土地的，通通都要清查。所以我认为转型正义不能做一半，应该要真正的转型正义，应该要从1895年开始，而不是从日本战后，或者是国民政府来台，或者是国民党的党产。本席在这边要提供部长也好，那个台糖董事长也好，所以希望你们在一个月内提出的这些证明以及你们所调查的资料，能够全部移转下次的。我们的这个520以后接任的部长也好，接任的董事长也好，我们从此开始，我们要真正找回转型正义，而不是一半的转型正义。所以董事长您听清楚了吧？听清楚了。好，谢谢。高经委报告一下，就是台糖基本上就是把四大日本的所有四大制糖会社的财产把它集中管理。对。那至于那个财产的来源有问题，我们希望说看到有那个资料。要不然这个到目前为止都变成非常难。来，董事长，现在马上告诉你这本资料，第一章很清楚，日本对台湾土地的侵占，好吗？这里面有，如果你需要资料的话，本席会给您。好的，我们然后这些资料是非常清楚的，其中包括台糖怎么样侵占，怎么样用低价，怎么样用强占，都写得非常清楚。所以你需要这个资料，本席可以提供给你，或者你们可以自己上网去看。我们会进一步了解，好吗？我们会进一步了解。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有请赖瑞龙赖委员。好，企业主席哈，请部长。有请邓部长。赖委员你好，部长早哈，部长辛苦了哈。部长想请教一下，因为3月1号的时候，我总咨询院长总咨询有提到那个大林埔迁村的问题了。是，那时候有提到院长答应一个月内要提出这个大林埔迁村的整个计划了哈。那今天4月1号了，不知道部长有看过了吗？你相关的同仁给你的一个大林埔迁村的计划。鲍委员，我还没有看到，我来问一下那个同事现在。我知道他们的草案已经出来了啦，是草案已经出来了。那我希望部长可能尽快拿到这个，因为当时是答应一个月嘛，哈，啊，可能要尽快也给院长那边了，哈。是，好，我想大家地方上也都非常关切这件事情，哈，因为地方上也很，这一份报告的部分，其实我昨天有初步拿到一些草稿，他们来跟我做一些沟通啊。那我说要尽速给部长那边确认了，哈。好的。啊，里面大概提到了，大概可能预估可能要花差不多700亿来做迁村了，哈。但是将来这一块的土地取得之后的产值也会超过1000亿了，哈。所以我想整体上面其实是值得的了，哈。啊，里面大概有谈到了，做民调的部分有超过8成8的市民是愿意迁村的，哈。当然是在提供一个土地的一个条件的状况下了，哈，一坪换一坪这样的条件下愿意迁村的，哈。那可不可以请部长，可不可以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跟您确认过，然后可以跟院长这边来做个报告，让院长也知道这件事情。假如今天给我的话，我就这个假期我就把它看完嘛。好，那看完我们就赶快跟院长做个报告，好不好？好，谢谢部长。那另外里面有一些会牵扯到期程的部分，我昨天有请他们要把期程也抓出来了，就是说如果照这个，因为现在当时有提到，就是说希望不要跟虚地机关绑在一起了，因为你跟虚地机关绑在一起，整个又有可能打死结了，哈。那但是我们先以行政院的方式去筹措700亿的经费去，好，
协助迁村完毕之后，那这个土地的价值其实超过千亿的。那这个取得之后的将来怎么用？我想经济部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未来的新兴产业的一个思考。那我想这样的话，这个事情才能解套，不然可能都一样一直绑在那边，都动弹不得。好，这个可以请部长也把那个时程也列出来了，好不好？让当地的居民，因为最近因为三月一号执行完之后，很多大林埔的乡亲一直在关心我说，那四月一号到了，到底进度到哪边了？啊，我说我今天会利用时间也跟部长再询问一下，那也希望尽快跟部长、院长确认整件事情。是是。那可不可以请部长就在假期后了，好不好？我在假期，确认完我在假期，我把它看完。那也尽速跟院长做个说明一下，把整件事情做个确定，好吗？是，好，好，谢谢部长了哈。那再来，我想请那个台糖董事长也一起，好吗？好，好，谢谢。那个，哎，你好哈，哎，陈董事长你好。那个台糖其实在。全台湾很多的土地啦，啊，小港也非常多哈。我们最近在讨论很多一些问题，包括最近大鲁阁，我们地方有一个大的购物中心要开幕，周边的找停车位的空间找来，其实最后全部都看上的都是台糖的地，台糖在那边租给很多货柜用地等等。那我们最近有一块啦，是那个我先谈一下啦哈。在高雄的部分有很多土地脏乱的问题啦哈。我觉得这一块可能未来请。董事长这边要督促了，我觉得台糖在那边其实坦白讲是都在养地的，那未来其实随着都市的发展，将来那个土地的价值都会不断的翻涨了，那我希望要善尽整个企业的责任，特别是国营事业的责任。有些地方我们就希望说由地方政府来代管维护，会照顾得更好。我其实认为是要地方政府，我认为是其实是国营事业自己台糖自己要负起那个责任，因为将来那个土地的价值其实是你们的啦，那个不是地方政府收的哈，将来。这个那现在很多脏乱的部分，甚至于南部很多登革热啊等等，我觉得那一块其实是要董事长真的要积极维护啦，不然南部这一块的土地非常的多哈，在那个地方台糖土地非常的多。那我今天要特别要讲的是少康营区啦哈，这一块其实是原先是租给国防部使用的地，那现在迁移了之后，其实有23公顷，里面有13公顷哈，是作为未来会变成是商业区哈。所以我想那个土地的价值增加非常的大啦，那里有10公顷的部分是当然回馈作为公园用地啦，是公园的部分。是那这一块市民，因为这个开发起来可能要至少2-3年的时间，周边的市民一直希望台糖能够积极的来让先有5公顷的部分先开发出来，让市民能够进入啦，不要只是占着一个好的地段，而是能够先回馈给周边的市民，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公园整理啦，一方面也把周边的环境整洁啦，不要里面有杂草丛生啦，或者是积一些水的话，这个董事长可以来做吗？我了解那个少康园区的部分案子，高雄市政府整个重新规划已经规划完成了，那这里面大概有10公顷将来变成公园，那目前赖委员关心的就是能不能5公顷将近5公顷不能先开放出来，對對對，先把它拿出来，然后给民众可以活动用。董事长这个可以吗？我们原则上都同意了，像就說我是说不要说用代管的方式啦，地还是台糖的哈，啊，将来赚的钱也是台糖在赚的。这2年内开发完成之后，台糖也会赚非常多。我刚好听到了100多亿了嘛哈，之前的那我像这一块的地的价值也，那个100多亿是土地就卖掉了，那个是我知道。那将来这一块的你的商业区那个变换了13公顷的商业区的价值也非常的高了哈。基本上那个我们的那种地不会卖哈，那就是说刚刚讲的对，但是一样会有相当大的获益啦。本来就是要给地方我希望这件事情董事长能够站在协助地方，那个地板就是台糖的地，我觉得只是把它的环境维护好。公司一直都是支持这样的做法，好不好？可以请董事长回去了，好不好？把那个地整理好，不要再把那个东西推回给市政府或推回给区公所了。好，这地是会请里长的地啦，所以来跟里长确认一下，避免说将来变成是这个安全上有问题啦，变成我们的责任。董事长，这个请你拿好吧。前两天找你也就这件事情了哈，请你来大力来协助地方了，好不好？我想有获利就应该啊，只是。迟早是要开辟成公园，你只是提早个1-2年，但是对地方上面就过了。将来本来就是公园嘛，对对对，啊，那个将来的，所以先做了好吗？好的。我讲过的小港的部分环境品质其实不好了，空污的问题。这个这部没问题。对，啊，我觉得回馈一下了哈，小港真的台糖在小港地非常的多，我想你自己很清楚了，好不好？是。好，好，谢谢。好，谢谢赖委员。那再来是不是请那个中油董事长？董事长，我想先请教您哈，待会再问部长。那个你那个我想请问一下中油哈，那个上次那个管线的问题，不知道处理怎么样？那时候上次在高屏
十一路那个部分的处理怎么样？责任归属清楚了吗？是，那个部分是外力破坏，这一点是确定的、那是谁的责任？是中油自己的问题？目前这个部分还有待一步确认，因为他是没有办法去还在查证说那个时候谁有。已经过了十天了，还没办法查到的话，那如果这个是有被人家是恶意破坏的话，那显然是严重的、我是说，可能要尽速查明到底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的，我们还是在查，好不好？既然有外力的话，那。当时原先你们初步评估可能是自来水公司在挖管的时候嘛，那确定赶快确认清楚了。如果不是的话，是被恶意破坏，那显然中油在维护管线这些事情的问题是很大的、就是被恶意破坏而没有一个好的一个阻止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继续再来查，什么时候可以查明？我想我们是在收集相关当时在施作的这些资讯。部长，这个都是您的管辖的那个啦，什么时候可以给个明确的答案？已经过了十天了，其实还查不清楚这外力的破坏是谁。明天下午您好像要开一个协调会，是不是？对，我要了解这件案子，但是我希望，因为我开不见得有效果了，我希望部长帮忙一起让这件事情有更快的一个结果出来。对，让我们总经理说明一下，他大概比较深入，好不好？谢谢委员，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我有跟台水的胡总经理通过电话了哈、那么当然我们的同仁在巡管的过程里面是发现说台水有在那里施工，但是呢他说他们内部的调查呢是他施工的地方跟我们破损的地方大概有40公尺的差距、没关系啊，请你们一个礼拜内查明赶快给我好不好？是我今天下午要询问细节了，但是请你们一个礼拜内查明 好吗？好，谢谢。好，再来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还是要问，就是中油这个部分了哈，我想请问一下哈，从气爆的时候，刚刚有提到了气爆是在前镇了，前镇的那个部分，那当然是中油工业管线。刚刚吴志扬委员也很担心的，那个，然后包括最近的大林埔下面，上次也问过部长了，17条管线大概就全台湾是少有的了，不多的，高雄大概只有高雄比较有这样状况，然后包括这一次的高屏11路，这个下面也有7条的管线，里面很多数都是中油的管线了。我想问一下董事长了，全台湾中油管线最多的地下管线最多是不是在高雄？如果密度的话，高雄应该算是比较最多的嘛。对，是。好，那工业管线，工业管线啊，对。那我们现在市长啊，包括大家也在争取的，是说如果中钢也在高雄了哈，很多企业都在高雄，包括这个李长荣也在高雄，很多都已经迁移到高雄来。我们一直在谈的是中油其实。公司总公司应该跟高雄人在一起，至少你会更关心地方发生的事情，包括这边管线发生问题。像到目前为止，你那个洞到现在都还10天过去都还查不出来。我意思是说，如果董事会跟管理阶层都在高雄，我相信很多问题会更跟人民会更接近，你至少会更关心这边的问题。发生问题了，你的效率也会更快了，你不用从台北还要去关心，你可能出个门出去，坐个车出去就可以关心第一线的状况。我觉得那个整体都会不一样了，所以我想问董事长。您有没有在规划总部南迁这件事情？我想总部南迁在上次委员的质询里边有大家都提出，希望我们提出规划，我们会再提出。你们有没有已经有规划出来？有没有初步的规划方向了？部长说等给交给新政府决定了。如果520之后的新政府也希望你们南迁，你们的方案有没有准备好了？对，实际上这些改善这一种关心或者及时处理的，我问的是总部南迁这件事情，董事长你有没有草案在规划了？我们在规划当中有复案的了哈，是我们就等新的政府起来，如果希望你们确实来移的话，你们就可以移了了哈。是的，部长，我想再问问看您的想法有没有改变？如果可以，你要不要提早请董事长这边，中油这边提早来规划南迁？我认为那是一个关心跟你的。生产地跟你的总部在一起，就像中钢跟高雄人在一起，他会关心公安事故一样。我想问问看部长您的有没有？我觉得中油是可以把各个选项哈，因为他那个可能都有不一样的安排啦，各个选项都把它思考好，然后新政府赶快做一个决定。对，因为我的想法是，既然工业管线中油的工业管线最多在高雄，我想迁到高雄来是所有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啦。我想即使桃园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因为。确实最多就在高雄，整天发生的意外、公安事故、石化的这些问题的也多数都在高雄了。这几年我看到几乎都在高雄，所以我一直说跟高雄人在一起，跟第一线，至少你从你的董事长办公室出门去到现场去关心，可能只要10分钟、20分钟，而不是2个小时、3个小时。我觉得那个会效率上会差非常的多了。我还希望部长如果有机会在520之前能够先定案，我觉得对整个高雄人，我想感受会非常的不一样。可以把那个選項部长有没有尽量我们提出规划好，部长可不可以尽量朝这个方向了好吗？好，谢谢部长，好，谢谢，谢谢。
好，我们有请曾明忠、曾明忠、曾委员不在，萧美琴萧委员。好，谢谢主席哈，请台糖的陈董事长。有请台糖陈董事长。萧委员好。董事长哈，我们今天的这个预算报告里面哈，你们提到有关这个闲置空间的活化问题啊。是。那么你们台糖当然土地分很多种哈，有大型的农地哦，也有一些在一些传统农村里面的这个小型聚落里面的麒麟地了哦。是。那这些有一部分的这些麒麟地哈，在村庄小聚落里面哦，因为长期租不出去哦，闲置在那里哦，荒烟蔓草的，其实对地方也形成一个治安上面以及整个环境整齐维护上面的一个包袱哦。那你们自己不去整理哦，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整体的交由地方政府或者是社区整个代管跟绿美化的方案出来呢？刚刚萧委员讲的那个方向哈，基本上是我们是欢迎地方政府来代管维护。好，包括绿美化，那他们可以提出来，很绿的代管维护绿美化。对啊，那我们之前 提出来的，你们就都不接受啊，然后宁可让他在那边长杂草，让人乱丢垃圾，成为一个地方的包袱哈。我想这个部分既然有定出这样的一个原则哈，还是希望能够落实，好不好？不，刚刚那个方向应该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这个方向跟原则哈。那我们往这个方向个案是什么状况？好，我们往这方向来努力了哈。好的。那此外就花莲的光复糖厂哈，我看这几年就一些旧的日式宿舍的翻新哦，那也非常受到欢迎哦。我看这个住房率也非常的高哦。那对整体的地方景观哦，跟地方这个特色旅游特色的发展是正面，我想这一点要予以肯定哦。是。但是除了这些日式宿舍的翻新之外哦，是不是还有一些闲置的这个比较大型的这个旧的厂房设施哦，在那边是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是还有活化的空间？大概仓库那些大概都活化了，而且有找了一些厂商都进驻。一些厂房啊，那现在连那个事实上那个糖厂本身哦，是还维护到可以。我知道有其中一部分的这个厂区作为观光用途啦，还有小型的制糖博物馆啊之类的这个空间的活化，我想这个我都我们的认知，这个部分我是都赞成了。现在用的差不多了。但是啊，因为怎么样？因为你也很清楚，你们报告里面也提到这个成为加值化六级产业的生产者哦。是。那么东部其实在整个产业六级化、农村产业六级化的当中，其实最缺的就是二级的加工的这一环。这个我也多次，不管是经济部也好，农委会也好，其实多次在关切这个问题哦。那我们政府怎么扮演一个，尤其台糖是这么东部几乎你们是最大的地主啦，那怎么扮演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来带动让地方的这些小农他没有办法不管是个别的农民也好，或者是社区也好，他不可能有经济规模足以来支撑一个加工的设施。那一定是要集结用区域型的跟集结更多不同形态的这个小农，包括不同的产季会有不同的产品出来，来做这样的一个集合性的这个加工设施哦。我希望台糖还是能够就你们现有的这个土地设施跟范围哦，不未必是在光复糖厂的内部哦，可能还有其他相关的空间哦，来积极的来做这个规划哦，扮演一个地方一个比较大的企业责任的角色哦，来整合提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规划，让各个小农他们可以集结成集体的力量有可以足以形成这个二级加工有基本的经济规模的存在那你要个别小农各自去发展，其实都很困难啦可是东部其实最缺的就是这个。萧委员，我们来再盘点一下，好不好？因为我想这个有别于西部的观念，因为西部真的到处都是各种厂房设施但是东部真的就是缺这个二级的加工。好，那希望这个部分你们也能够依照你们的这个预算的规划方向来做一个努力，好不好？我们来盘点一下，但跟萧委员报告就是说，除了那个厂区加上那个大农大户平地造林1000多公顷，剩下的地
好像都算零星了，但是我来盘点一下。好，是不是在积极的盘点哈？那相关的这个土地盘点的成果也能够提供书面资料给我们参考哈。是的。那此外，有关这个有机农地的出租办法啊，我们现在其实国家政府也在推动这个有机农地啊，有机农业。那东部因为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条件，事实上哦，适合做有机农业的土地跟面积相对是比较大，包括很多台糖的农地哦。但是你们的出租办法有别于国有地，国有地是针对有机的部分，有机农业种植的话是可以延长期限做10年一租啊，但是你们却3年一租。你很清楚，你光是要养地，你要通过那个土质、水壤各方面的有机认证，就要养个3年的地，加上你很多其他的天然风险，是比惯性农业有用农药的这些惯性农业风险还要更大。但是你们这个租约期限哦，为什么不能够比照国有地？我们过去曾经提出这个建议，那你们董事会讨论之后啊，并没有接纳哦这样的一个比照国有地的一个出租办法，我觉得非常的让人遗憾。跟校园报告，现在对于有机的部分，因为知道有机养那个地大概就要3年了，所以现在我们对有机的部分是，那你们一个租约3年之后还要再用标租的形态，那你若不是大财团，还有哪个小农有能力去跟你进、哦、第一个我们现在有机的耕作大概是一租就6年，然后续租6年到了，他续租的时候他优先权。哇，那为什么不能够延长比照这个国有地的这个有机农地的出租办法跟原则呢？我想一个地就租的很久，也常常过去大概管理上也有很多问题。不是因为有机，你也知道它需要是长时间的养地跟维护这个地嘛。那你投入了那么多的这个这个养地的成本跟时间哦，那你如果不让它用更长期来做一个自偿性跟一个收，可以有具体收成哦，来摊足这个光是土地租金的这个成本。你要让一般的这些小农他怎么做得起有机农业呢？目前我们你意思是说，你除非财团，其他都不用想了嘛？不是，目前我们有机租给农民的部分好像运作起来都还好，但你们没有还好、啊，大家反映说不能一年两年就你们那个租金涨得很可怕，跟着地方政府的这个公告地价在涨。农地没有，农地没有地价税的问题，所以农地没有那个问题。可是你们农地的租金也是在涨啊。哦，也是这几年涨了好几倍啊，也是一样涨了好几倍，而且你们是用公开标租的方式嘛？你让一般的这些农民情何以堪？他要去跟财团竞标、欸。我们是标租，但是农民这个原来的乘坐的农民是有优先权。他有优先权，那是价格被财团竞标竞到高了，只有这样才。他这个土地成本不断的翻倍，哦，但是他的收入没有跟着翻涨啊。收入没有跟着翻涨，尤其是如果他前3年还是要养地跟这个做各种的认证跟土壤的这个水质检验，哦，他根本没有办法生产嘛。只有我还是希望你们好好的来检讨针对有机耕地、有机农地的这个出租办法哦，作为提供一些配套哦，让我们整个农地的出租模式能够对有机农业，尤其是小农更为友善。跟校委员报告，另外还有一种模式了，另外的模式就是地方政府来承租，然后他再来租给小的农民。那这样的话呢，就我们就没有标租的问题，也是一个模式。你是说做这个专业园区，像这个嘉义啊什么，他们有专区？问题地方政府没有这个意愿啊，然后都是农民直接在跟你们租的啊。因为他对台长来讲，标租是最客观，能够代表市价，它是市价多少。但是你们用这样的一个模式，事实上对有机农业是非常不友善的一个土地运用方式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再做出一些更积极的检讨哦，特别针对有机。我想这个跟惯性农业跟你们过去的这个其他的出租办法，应该是要有所区隔的。哦，那此外哦，对于这个长期哦，从这个哦。这个好几代哦，都在台糖的土地上居住哦，跟使用的这些民众，这个我上次也有跟你请教过哦，这个从有的从日本时期就他房子就在台糖的土地上面哦，那我们一直建议说，你们去比照国有财产、国有地的一个让售的一个办法哦，让这些长期租用跟使用台糖的这些土地的这些。而且很多都是农村里面的这些弱势的住户，哦，他不必现在因应公告地价的翻倍，
变成他的房子在那里，他也搬不走哦，但是他却是在付这个高涨的这个租金。我觉得对很多的弱势的这些村落里面的长期从祖先就一直在住在那里的这些农民，真的是很不公平的。那个跟校委报告，基本上就是假如从很早的祖先就是用了那个地方的地，那地是台糖的，房子是他们的，那这一部分我们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个案在做解决，那这个解决就是还是用市价把地卖给他们。除了这个方式之外，那是你们用市价，你也知道现在的整个地价飙涨是好几倍，人家从民国这个日本时期的时候就已经住在那里了，叫台糖，而且他这么多年付给你的租金早就已经超过市价了啊。但是叫台糖用回到六十几年的价钱去卖地，大概我们不敢做啦。可是我们国有地当初的让售办法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啊，他租金毕竟已经缴了几十年啊。他缴了几十年的租金，早就超过这个整个市价了。台糖的地跟国有地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地都要交地价税的，所以一直长期以来都有地价税的负担。那刚刚提到就是我们也怕那个占建，有些民众就是占着我们台糖的地占建。那占建以后，假如他变成可以买，而且可以很便宜的买，那将来要更多人要占建了。所以这一部分就 是你们设一些时间点吗？这个我也跟你们提过嘛。哦，你们设一些时间点，看是哪一年之前哦，就长期已经有在使用的，哦，或者是长期有付出这个维护的。台厂对土地的管理其实很严谨啦，是也说可以说很小心啦。但因为争议太多了，但是因为你们的小心变成说很多长期从祖先就一直在那里使用这个土地，他的权益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啊。今天除非他是财团啊，否则他永远没有办法就他已经好几个世代住在那里的这个土地能够取得，能够顺利的来取得，这个对他来讲是很不公平。而且长期付这个高额的租金，今天如果公告地价没有涨得这么快也许大家还负担得了。可是，一下子公告地价涨了好几倍，他的租金也跟着涨好几倍啊！这个对很多聚落里面的这个农村居民来讲，是难以负担的一个成本啊！你要叫他搬也搬不走啊！现在哪里房子买得起呢？这对台糖也是很大的题目，我们也一直我想你们这个好好的来看这个问题哈，该怎么去做了解有这个问题解决，用这个长期的时间来做一个切割点哈，或者是在相关的。这个使用者他本身的一个资格条件上面设一些明确的一个规范跟条件的限制至少可以让长期祖先长期以来就在那里的人住者有其地啦，好不好？我们来再来检讨一下，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好，有请黄昭颂黄委员。那个主席，我想请部长。有请邓部长。部长，我有两件事想请教。黄委员你好。那个这两天，美国的经商局的首席副这个驻青，就是叫做唐伟康。对。他有去拜访你吗？有。有去拜访你。那他去拜访你的过程当中，他谈了哪些东西？我们谈了很多，就是谈了很多题目了哈，就是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比较重要的题目。TPP 也谈了蛮多，嘿嘿 TPP 也蛮多，台湾跟美国的这个整体的经济关系，能源的合作，我们跟美国很多很多的在。是包括能源的合作。他跟你谈了美猪的关系吗？没有特别提美猪的问题啦，只是谈到那个整体的那个市场开放的事情。美猪的问题他没有谈。没有特别说。那开放的事情他跟你谈了吗？就是说，假如我们要参加，我他跟你谈条件是不是？没有，他没有跟我谈条件。那他这个美猪的部分他怎么谈？他是说，假如我们要参加 TPP 的话，哈，那就是我们的整个经贸的体系。这是一个要把它吻合 TPP， 第二个我们的市场开放啊，要跟各国一个国家来谈。要跟哪些国家谈？就那十二个。十二个国家。是。那美猪的部分，他有跟你谈到说，希望你能够，我们在整个的检验的标准等等，他跟你谈了吗？没有他完全没跟你谈到这么细，是。
没有谈到这，有谈到没有谈到细？不是，没有谈到这些标准啊，这些问题都他没有跟你谈，都没有谈。他还是希望美术可以开放，是不是？他没有说，他是说整体的来讲哈，就是市场开放的。如果我们要参加 TPP 的话，对市场开放要逐一的跟这个十二个国家谈啦。那我想，我从报纸上，因为我不知道他来跟你谈的，我从报纸上谈看到他跟我们的总统当选人谈到美猪的事情，而且希望好像也跟我们经济委员会有几位委员也见过面，就是美猪进口的争议，他希望能够回到一个什么什么标准。那我在这里要提醒部长一件事，美猪的进口，台湾人民的健康以及我们吃肉的习惯，这些是这几年来我们非常坚持的。因为我们牛肉跟猪肉，我们大多数台湾人民有百分之多少是吃猪肉？我大概你没有这个数据，除了少数，我没有这个数据，不过我想大多数吧。大多数农委会有这个数据哈，大概有80%的那个台湾人民是以猪肉为主食，好，跟其他的国家不太一样。所以怎么样在这个维护国人的安全，其实这几年我们有一定程度的坚持，所以到今天为止其实谈了很久，所以就没有结论。好，那没有结论，我们就是第一个，我们一定不能够为了所有的贸易而把台湾人民的健康牺牲掉，这是我们一定坚持不变的一个大原则。是是，所以我请部长，你还有应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起码请你把这个要维护住，可以吗？你应该很清楚，这几年来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的期望、大家的想法，你应该很清楚吧？是，国民的健康，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考虑，绝对不能够牺牲国人的健康哈。这是第一个我要今天特别来这里的，因为其实现在不到经济委员会，每次一登记都要排了很久很久才能发言，刚好今天可以排到那个上一次就要开始又再发言，我们才过来哈。那第二个我要请教，因为这两天我们在以前也是在经济委员会，我们把生技新药的条例里面特别针对，就是说只要是生技新药的话可以减少盈利所得税20%，是这样吗？对不对？ 是。那第二个我们又从这个公务人员的服务法里面把它排除，公务人员的服务法让政府研究员的机构人员可以持股生物科技，它不仅仅可以有 10% 的持股，然后还可以兼创办人，还可以兼董事，还可以兼科技资讯委员，对哈，是这样嘛，对不对？我想，委员您这个大概都从条例里面的条文，条例里面也是在我们经济委员会审的嘛，哈，是对，是应该。所以这两天我们在浩鼎的案子看到今天为止，翁院长不敢回来，你有什么看法？翁院长不敢回来面对我们的国人，然后很巧妙的他今天就生病了，你有什么看法？因为这几个条文的修改当时就是为了我们整个在生物科技上面以及中研院所有那些包括创办人、科技资讯委员、董事，所有政府机关里面的研究人员都可以做，啊，你有什么看法？因为这个条例是当时是为了发展生技嘛，哈，对，生技产业。那你认为，对，当时为了发展生技，那从这件事的发展过程当中，你认为这几个条文应不应该再把它修回来？现在当然还没有，现在当然有这个事情发生了，哈，有这个很大的事情发生。是，那你说条文要不要？我们现在是没有打算要修改这个条文，不过你认为这样子的条文是造成这次耗顶很重要的原因吧？那位站在旁边那个是谁？那个工业局，不是工业局，好，工业局他们负责的，他比较知道这个整个生技产业啊，没关系，请他回答。你认为应该再把它调回来吗？工业局主任秘书这边跟委员报告，那有关生技这部分，这个耗顶当然是个案啦，那我想可能我们不能用个案来看这件事，我们就因为这件事已经从中研院已经变成一个
我们很难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充分的信任，结果他们充分的利用，不管是在整个量身定做也好，或者是图利财团也好，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结果院长现在不敢回来，请问部长你有什么看法？你没有回答我啊。就是针对这个新创的产业，部长你先回答我这一段，你不要逃避。不，这个当然，我想社会上的期许都可以，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大家都希望把这个事情弄得更清楚一点啦。对，啊，那不是只有弄得更清楚，现在是因为我们整个制度非常充分信任中研院，所以我们在整个修法，而且是很短的时间，两天就把它修过。这个在立法院来讲是很少有的一个现象，等于是量身定做，为中研院那些研究人员等等等等，然后开了一个门，而这个门是破坏了我们公务员服务法，也破坏了我们整个盈利所得税等等。全部都破坏掉，荡然无存。那你翁院长没有回来，你有什么看法？我从刚刚问了三次。我只能跟委员报告，我想大家都很希望这个事情不是希望你的看法，我现在是请教你的看法。应该把这个条文再修回来吗？现在没有这个打，现在没有这个打算。不过委员这样子提的话，我相信我们都可以随时检讨任何法律的那个。这个是等于为我们整个开了一个窗，而这个窗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监督的，而这个窗是图利所有的财团，而且对其他的公务人员来讲是相当不公平的。我们公务人员服务法讲得这么清楚，他们都是高薪哦，非常高的薪资。他的薪水比你高吧？你不，你知道？我不知道了。一个月贵啊，将近一百万的薪水啦。我，你的薪水多少？喂，您知道我的薪水多少？你不要在那边哈哈哈。你知道我的薪水多少？我不知道你的薪水多少啊！我怎么会知道你的薪水？你也没交给我，我怎么会知道？对，我怎么会知道你薪水多少？我啊。我的薪水是公开的。我能不能请经济部主动把这个案子拿出来？因为这个案子已经也可以说是量身定做，已经引起这么大的风暴，而且让我们整个中研院是蒙羞的。这个跟我们当初在推，他拿什么单子给你？你看一下吧，你给我回答。他拿什么密件给你？因为中研院的事情，我实在是不方便。不是，因为中研院跟我们生物科生技新药当时的条例的修正，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关联。那个时候就是为了中研院，所以我们立法院的经济，就是我们这个委员会，包括林岱华主席，包括我黄昭顺，笨得要死，就去把它搞这个东西出来，就希望说什么生物科技能够干嘛干嘛干嘛。我们哪里知道会从这个当中可以五轨搬运？可以内线交易，可以弄出把中研院蒙羞这么严重的事情来。我们觉得我们很对不起，我们当时要发展我们台湾生技新药的动机跟目的，我们觉得我们很对不起国人，所以今天本席特别提出来，请你经济部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几个条文拿出来修。我们一定可以，就是这个我们杜绝未来可能再发生的状况，不能一而再再，这是第一个耗点，会不会再有第二个耗点、第三个耗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在发展生技新药的过程当中，也不应该有这样子的量身定做，而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弊端。好，以上谢谢。好，谢谢委员。于婉如，于婉如，于委员不在；陈廷飞，陈廷飞，陈廷飞，陈委员不在；蔡廷飞，蔡培慧，蔡培慧委员不在；张立善，张立善，张委员不在；林德福，林德福，林德委员不在；陈欧博，陈委员不在；江启成，江启成，江委员不在；李坤哲，李委员不在；赖世宝，赖委员不在；徐正伟，徐委员不在；郑天才，郑委员不在。
严宽恒、严万成、严委员不在，刘世芳、刘尚杰委员不在，卢秀燕、卢秀燕、刘委员不在，刘兆豪、刘兆豪、刘委员不在，王定宇、王定宇、王委员不在，蒋乃、新疆乃、新疆委员不在，陈一杰、陈一杰、陈委员不在，吕玉玲、吕玉玲、吕委员不在，吴炳瑞、吴炳瑞、吴委员不在，蔡玉宇、蔡玉宇、蔡委员不在，刘建国、刘建国、刘委员不在，陈赖素美。啊，陈赖素美、陈赖委员不在，周陈秀霞、周陈秀、周陈委员不在，郑玉鹏、郑玉鹏、郑玉鹏、郑委员不在，简东明、简东明、简委员不在，何新存、何新存、何委员不在，高露以用、高露以用、高露委员不在，罗明成、罗明成、罗委员不在，郑天、赵天林、赵天、赵委员不在。来哪里？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至本会。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提供于本会的全体委员。现在进行审查，就业务计划、业务收支缴械、卸缴国库净额、转投资计划、重大建设计划及国库增拨基金额等部分进行审查。现在请宣读今日审查项目与委员提案。宣读完毕后再进行协商。好，那请宣读。那这过程当中有需要做休息的话，就请官员自己自行调整。谢谢。以上，请宣读。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业务计划部分，请参阅。二、营业收支部分，营业总收入382亿4875万元，营业总支出358亿714万9千元，税前净利244亿1600万1000元。三、生产成本部分，请参阅。四、转投资计划部分，增加投资5列数，收回投资3亿265万4千元。五、重大建设事业部分，10亿8260万6千元。六、资金用部分，请参阅宣读提案。第一案，营业总收入增列3亿元，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二案，其他营业收入增列6000万，苏之芬委员等提案。第三案，其他营业收入投资性不动产收入冻结50%，孔文吉委员等提案。第四案，其他营业收入投资性不动产收入冻结1/2，王惠美委员等提案。第五案，其他营业收入投资性不动产收入之投资性不动产出租增列1亿5千万，林代化委员等提案。第六，其他营业收入租赁收入冻结1/3，蔡培慧委员等提案。第七，福利费减列1/4，廖国栋等委员提案。第八，奖金之绩效奖金考核奖金冻结1亿，苏振清等委员提案。第九，水电费减列4800万，管碧林委员等提案。第十，水电费减列4800万，廖国栋等委员提案。第十一，油电费减列400万，廖国栋等人提案。十二，旅运费减列1亿，徐永明委员提案。十三，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减列4700万，廖国栋等委员提案。第十四，印刷装订广告费减列3000万，苏振清等委员提案。第十五，修理保固与保养费减列2000万，苏振清等委员提案。第十六，修理保养与保固费冻结1/10，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十七，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减列2亿3千万，廖国栋等委员提案。第十八，专业服务费减列4000万，廖国栋等委员提案。第十九，专业服务费减列3000万，苏振清等委员提案。第二十，专业服务费减列500万，并冻结1000万，苏振清等委员提案。第二十一，公共关系费减列170万2千元，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二十二，按公共关系费减列150万，苏振清等委员提案。第二十三，公共关系费减列100万，苏振清等委员提案。第二十四，会费捐助与分摊减列500万，苏振清等委员提案。第五，销货成本直接材料、砂糖直接材料减列20%，苏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二十六，销货成本直接材料、砂糖直接材料项服务费用减列2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二十七，销货成本直接材料、砂糖直接材料下油电费冻结1/2，邱志伟委员等提案。第二十八，销货成本直接材料、砂糖直接材料项下材料及用品费减列2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二十九，销货成本直接材料及用品费减列2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三十，销货成本、制造费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减列1582万2千元，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三十一案，销货成本、制造费用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
减列1900万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30案销货劳务成本修造费用水电费减列15%，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33劳务成本修造费用保修理保养与保固费减列2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34劳务成本修造费用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减列3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35劳务成本修造费用材料及用品费减列3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36劳务成本加工费用用人费减列2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37劳务成本加工费用材料及用品费减列4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38劳务成本加工费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减列160万，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39劳务成本服务费减列9025万，管碧玲等委员提案，第43劳务成本服务费水电费旅运费各减列2768万及5147万9000元，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41劳务成本服务费用旅运费减列550万，管碧玲等委员提案，第42劳务成本服务费用游乐事业水电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43劳务成本服务费用专业服务费减列4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44劳务成本服务费用材料及用品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45劳务成本服务费用车辆停车场减列15%，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46劳务成本服务费用加油站减列冻结30%，孔文吉等委员提案，第47劳务成本印刷费用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减列2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18劳务成本服务费用材料及用品费减列3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49劳务成本服务费旅运费减列20%，黄伟哲等提案，第50劳务成本服务费用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减列2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51劳务成本服务费用修理保养与保固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52营建费用水电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53营建费用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减列3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54营建费用专业服务费减列1011万3000元，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55行销费用减列4000万，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56行销费用减列3000万，苏正清委员等提案，第57行销费用冻结1/2，黄惠美委员等提案，第58行销费用旅运费减列8500万，林代化等委员提案，59行销费用旅运费减列10%，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60行销费用印刷装订广告费减列10%，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61行销费用设立大陆公司冻结300万，陈明文等委员提案，62营业费用管理费减列3000万，苏正清等委员提案，63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冻结3000万，苏正清等委员提案，第63营业费用管理费冻结2000万，苏正清等委员提案，65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冻结2000万，苏正清等委员提案，66营业费用管理费冻结1000万，苏正清等委员提案，67管理费用用人费用正式员额薪资之董监事报酬全数冻结，另服务费用参加专业服务费冻结1/4，徐永明等委员提案，第68管理费用向下水电费油电费旅运费各冻结1/10，邱志伟等委员提案，第69管理费用旅运费减列10%，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70管理费用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减列10%，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71管理费用材料及用品费减列10%，苏志芬等提案，第72其他营业费用研究发展费用减列5000万，管碧玲委员提案，第73其他营业费用研究发展费用减列4445万5000元，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74其他营业费用研究发展费用减列2000万，苏正清等人提案，第75其他营业费用研究发展费用冻结1亿，陈明文等提案，第76其他营业费用向下研究发展费用冻结1/4，廖国栋等委员提案，第77其他营业费用研究发展费用冻结20%，林代化等委员提案，第78其他营业费用研究发展费用专业服务费减列521万7000元，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79研究发展费用之台糖土地活化及休闲事业流量经营可行性消费者与行销市场研究企业经营研究全数冻结，邱莹莹等委员提案，第80开研究发展费用之台糖土地活化及休闲事业经营可行性消费者与行销市场研究发展企业经营研究冻结1/2，王惠美等委员提案，第81研究发展费用之台糖土地活化及休闲事业经营可行性研究全数冻结，张立善等委员提案，第82研究发展费用之台糖土地活化及休闲事业经营许可性之研究冻结10/1，邱志伟等委员提案，第83
研究发展费用之消费者与行销市场研究全数冻结张立善等委员提案第84案，研究发展费用之消费者与行销市场研究冻结二分之一邱志伟等委员提案第85案，研究发展费用之企业经营研究全数冻结张立善等委员提案第86案，研究发展费用之企业经营研究冻结二分之一邱志伟等委员提案第87案，其他营业外费用冻结5亿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88案，营业外费用灾害损害冻结1000万苏正清等委员提案，营业外费用89万营业外费用停工损失水电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用第90案，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减列30%王惠美等委员提案第91案，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减列15,987,600元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92案，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冻结3亿陈明文委员等提案93案，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一般建筑及设备改良计划冻结1/3苏正清等委员提案第94案，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冻结1/4廖国栋等委员提案94/1案，台糖公司就参与高雄物流园区之法拍预算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林代化委员等提案第95案，盈余之部减列1,7587,700元管碧林等委员提案96案，中央政府所得地方政府所得者其他机关所得者之关谷红利减列1,7587,700元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97案，请台糖公司于3个月内就台湾糖业协会全数资产清点明细、年度预算收支情形及人员编制概况、实际办理业务检讨，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苏正清等委员提案第98案，请台糖公司于1个月内重新检讨其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发放标准，并就土地出售获利之制定运用规划与本业经营绩效检讨改善方案，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苏正清等委员提案第99案，要求台糖公司重新检讨转投资策略，并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陈明文等提案第100案，台湾量贩公司事业部要求了解异常之原因，通盘检讨损率过高之原因，陈明文等提案第101案，台南公司为配合政府推动高铁建设所需，嘉义、台南、台中、云林区之所获取得，应积极规划各项开发案，以降低土地闲置的赋税负担，陈明文等提案第102案，要求台南公司资产重估净值，以股票股利方式分发给股东，不宜发放现金股利，以免影响资金运用，陈明文等提案103案，请台南公司积极检讨于2个月内提出蝴蝶蓝毛利率提升专案报告，陈明文等提案第104案，请台南公司重新检讨相关土地争议处理措施，针对人民可提出于民国88年8月以前特持有特定小面积土地或不动产所具有所有权、地上权或实际耕作权、实际相关之民宅，应严议办理土地承购、承租事宜，以维护社会公与人民财产权益、苏正清等委员提案第105案，要求台南公司应暂缓催缴程序，在承维护学生受教权及市民运动休闲权益下，与高雄市政府共同研拟出最妥适方案，苏正清等委员提案第106案，台南公司于1个月内向本院经理会提出检讨及改善方案，并针对连连亏损之事业单位研拟裁撤方案，王惠美等委员提案107案，台糖公司拥有广大农地，近年来国际糖价低迷，台南公司被迫陆续关厂，为避免台南公司屡遭地方政府环保机关通报土地脏乱损及国营事业形象，原要求台南公司于2个月内向本院经理会提出检讨及改善方案，王惠美等提案第108案，鉴于台南公司金融事业部以销售蝴蝶兰为主，为近5年销售率连连下降，未见好转，尤其外销美日两国之蝴蝶兰种苗毛利率由30%持续探至10%，显示台糖相关产业渐渐地下降，原要求台南公司于2个月内向本院经理会提出改善方案，王惠美等为提案第109案。台糖公司国内外转投资案计有19项，投资效益不彰，鉴于台糖公司为国营事业，但公司营运绩效仍需维护，原要求台糖公司2个月内向本院经理会提出检讨及改善方案，王惠美等委员提案第110案，国营事业面临严重退休潮，台糖公司预计有987人退休，是四大事业高龄者榜首，台糖应于3个月内检讨其促进人力换血、促进组织年轻化之方案，向本院经理会提出专案报告，徐有明等委员等提出第111案，屏东县新皮乡万农村万安社区的农场前外台糖用地成为病媒蚊床，
为避免类似情形再度发生，要求台南公司确实落地土地巡查外，更应积极寻求不可利用其他用途或当地村民进行美化环境合作，以求土地有效活用与管理。邱义莹委员等提案第112案，由鉴于五年金融事业部销售蝴蝶兰之数量稳定增长，毛利率却下降，台糖应立即研拟相关策略，以维持我国蝴蝶兰美国花卉市场占有率。邱义莹委员等提案第113案，台糖公司今年出租农地采进租方式，造成财团抢农地租金，台糖应立即检讨该进租模式，应以农民角度思考，提出修正方案，以达真正农民农地农用，反利于农。邱义莹委员等提案第114案，由于台南公司现金出租农地采自然人俱可参与进租模式，造成台团利用人头为标，影响弱势农民之承租力。邱义莹委员等提案第115案，目前浙农合作社的21席理事中，台糖仅占7席，之前台糖已无法管理，为了避免浙农社变成下一个糖协，要求台糖应于1个月内提出台糖浙农合作社是必要预算输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邱义莹委员等提案第116案，台糖公司经济精致农业事业部目前以销售蝴蝶兰为主，近5年来蝴蝶兰销售之数量稳定成长，却获利率却下降，显示该产品竞争力逐年下滑，恐与他国厂商竞价低升不无关系。原要求台南公司应尽速研磨对策，以提升该产品之国际竞争力。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117案，台南公司为配合政府南向政策，于83年成立并投资粤台糖业公司。原要求台糖公司应持续关注粤台糖业公司经营情形，适时提出协助或指导，改善粤台糖业公司经营情形。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118案，台糖公司应研拟具体改善措施，重新检讨之策略及目的，并研拟审慎有无继续投资必要，以避免投资亏损。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119案，要求台南公司应检讨具体改善，落实各区巡查作业，以维护土地之资源清洁。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120案，提案要求台南公司应尽速清查糖协现有国内外资产及过往资金流动清册，并对相关涉及人员就不法之情形纠责。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121案，提案要求台南公司致力国家维护浙农合作社之控制主导权。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122案，为有效降低亏损情形，要求台南公司应持续就功能不彰或业务萎缩之部门加强办理部门整并。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123案，要求废止台湾地区砂糖品种基金条例，并裁撤砂糖品种基金。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124案，要求台南公司减少土地资产处分，以谋既有土地创造更高利益。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125案，要求台南公司应尽速循相关法律途径取回原本均有之商标，以利后续销售事宜。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126案，要求台南公司检讨改善，积极开发代利用之低价，以求得最佳适用土地。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128案，台南公司于1个月内提出前台报告与改善计划，寻求永续经营之道，同时评估财政续职产业之各种冲击与利益损弊。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129案，要求台南公司就现行土地处理方式于2个月内检讨，并重新研拟土地处理之含准则，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审议后，使得处分之。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130案，台南公司虽进行调整糖业策略，多年来努力多角化经营，却未见其成果。廖国栋等委员提案第131案，请台南公司研拟相关措施，以优惠的租金让花东地区之原住民族可以优先承租使用台糖土地。廖国栋等委员提案第132案，要求经济部与农委会于1个月内共同研拟改善计划，辅导精进台湾蝴蝶兰栽种植栽方式，提高外销产值。廖国栋等委员提案第133案，决议台欠请台糖公司对于无业务上需要之不动产，若为原住民保留或位居原住民地区，而有与原住民族传统创意范围内重叠问题者，应交由原住民族委员会管理使用。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134案，台糖公司因严重亏损，建议该公司逐年减少处分不动产条例10%，同时应将处分投资不动产获利情形于3个月送交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专案报告。林代化等委员提案第135案，
台湾进口税则修正部分税则后，台湾公司已无垄断进口砂糖权益，照顾蔗农权益应回归主管机关农委会执行，故请财政平准基金林代化等委员提案第136案，台湾公司近年来本业亏损严重，该公司应检讨各项投资事宜，经营效益是否有继续投资之必要，并于三个月内送交提案改善计划送立法院经理委员会，林代化等委员提案第137案。台湾公司近年来本业亏损严重，公司股利分配不合理，也未考虑实际权益，应尽速检讨改进，林代化等委员提案。现在宣读105年中华民国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依业务计划，请三月二业务收支部分业务总收入8623亿7849000元，三业务总支出8567万2235万3000元，税前净利56亿5610万6000元，三生产部分，请三月四转投资计划部分13亿5700万，五重大之建设事业部306亿7150万6000元，六资金运用部分，请参阅宣读提案。第一案，营业收入增列90亿6539万5000元，管碧玲委员提案。第二案，销货成本减列2873亿6800万元，销货成本减列2873亿6800万元，林代化等委员提案。第三案，营业外收入投资性不动产收入增列5000万元，陈明文委员等提案。第四案，投资性不动产收入增列5000万，苏世芬等委员提案。第五案，投资外不动产收入增列3000万，苏振清等委员提案。第六案，投资不动产收入向下中油大楼租金增列6848万9000元，王惠美等委员提案。投资不动产收入中油大楼出租增列4000万，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八案，用人费用减列1亿元，苏振清等委员提案。第九案，用人费用减列1亿元，林代化等委员提案。第十案，用人费用奖金减列8亿元，徐有明委员等提案。第十一案，水电费减列2亿元，苏振清等委员提案。第十案，旅运费减列4亿元，徐有明委员等提案。第十三案，旅运费减列2亿元，苏振清等委员提案。第十四案，旅运费减列2亿元，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十五案，装订印刷装订广告费减列7000万，苏振清等委员提案。第十六案，修理保养与保固费减列2亿元，苏振清等委员提案。第十七案，赞助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减列4亿元，林代化等委员提案。第十八案，专业服务费减列5亿，并冻结1/5，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十九案，专业服务费减列5000万元，苏振清等委员提案。第二十案，公共关系费减列500万元，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二十一案，公共关系费用减列100万元，邱志伟等委员提案。第二十二案，材料及用品费、服装费减列115万，邱志伟等委员提案。第二十三案，材料及用品费、服装费减列100万元。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二十四案，租金利息减列5亿元，林代华等委员提案。二十五案，租金与利息减列1亿元，苏振清等委员提案。第二十六案，折旧以及摊销减列10亿元，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二十七案，会费捐助与分摊捐助与补助减列6000万，苏振清等委员提案。第二十八，会费捐助与分摊捐助与补助减列5000万元，徐有明等委员提案。第二十九案，会费捐助与分摊捐助与补助捐助个人社团政府机关减列1亿元，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三十案，会员捐助与分摊捐助减列1000万，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三十一案，会费捐助与分摊捐助冻结1亿元，陈明文等委员提案。三十二，营业成本减列58亿3238万7000元，管碧玲等委员提案。三十三案，营业成本油气输出费用向服务费用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三十四案，营业成本油气输出费用向旅运费减列2000万元，苏志芬等委员提案。三十五案，油气输出费用向下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减列2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三十六案，油气输出费用向下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减列100万，苏志芬等委员提案。三十七，油气输出向下专业服务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三十八，油液输出费用向下专业服务费减列3000万，苏志芬等委员提案。三十九，油气输出费用向公共关系费减列55万，苏志芬等委员提案。四十案，油气输出费向下租金与利息下租交通运输设备租金减列3000万元，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四十一案，其他营业成本下探勘费减列2亿，并冻结40%，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四十二案，其他营业成本下探勘费用冻结1/2，王惠美等委员提案。第四十三案，其他营业成本向下探勘费用冻结10%，邱志伟等委员提案。第四十四案，其他营业成本探勘费冻结3亿元，陈明文等委员提案。第四十五案，其他营业成本下探勘费用水电费减列104万5000元，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四十六案，
碳勘费向下旅运费减列4000万，徐永明等委员提案；第47案碳勘费向下旅运费减列646万5000元，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48案碳勘费用向下旅运费减列2000万元，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49案碳勘费用向下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减列100万，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50案碳勘费用向下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减列2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51案碳勘费用向下修理保养与保固费减列700万，管碧玲等委员提案。第52案碳勘费用向下保险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53案碳勘费用向下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减列2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54案杂项营业成本向下印刷装订广告费减列15%，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55案杂项营业成本向下修理保养与保固费减列1000万，徐永明委员等提案。第56案杂项营业成本向下专业服务费减列15%，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57案�杂项营业成本向下租金营利息减列300万，管碧玲委员等提案。第58案营业费用行销费用减列2亿元。第59案行销费用冻结1/2，王惠美等委员提案。第60案行销费用下奖金减列2亿元，廖国栋等委员提案。第61案行销费用下礼运费减列5378万9000元，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62案行销费用下礼运费减列500万元，邱志伟等委员提案。第63案行销费用下礼运费减列150万，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64案行销费用下列向下印刷装订广告费减列100万，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65案行销费用向下印刷装订广告费冻结1/3，徐永明委员等提案。第66案行销费用下保险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67案行销费用下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68案行销费用向下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减列3亿5000万元，廖国栋等委员提案。第69案行销费用向下专业服务费减列4000万元，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70案行销费用向下相应服务费减列15%，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71案行销费用向下使用材料费减列15%，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72案行销费用向下杂项租设备租金减列100万，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73案行销费用向补助与奖励减列800万，徐永明委员等提案。管理费用减列2000万，苏振清等委员提案。营业费用下管理费减列2000万，邱义莹委员等提案。第76案管理费用冻结1/10，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77案管理费下服务费冻结1/2，管碧玲委员等提案。第78管理费用下水电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79管理费下旅运费减列200万元，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80案管理费下旅运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81案管理费下印刷装订广告费减列30%，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82管理费现在修理保养与保固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83案管理费现在代理保养与保固费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减列3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84案管理费下公共关系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85案管理费现在材料及用品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86案管理费现在租金利与利息下交通运输租金设备减列100万，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87案研究发展之支出冻结2亿，减列2亿并冻结40%，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88案研究发展之支出减列1844万6000元，邱运营委员等提案。第89案研究发展之支出减列1000万元，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90案研究发展之支出冻结3亿元，陈明文等委员提案。91案其他营业费用、研究发展费用、用人费减列1亿，廖国栋等委员提案。研究发展费用、水电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93案研究发展费用、印刷装订广告费减列3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94研究发展费用向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减列100万，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95案研究发展费用下保险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96案研究发展费用下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97案研究发展费用下专业服务费减列2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98案研究发展费用下专业服务费减列600万，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99案员工训练费用下水电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100案员工训练费向下印刷装订广告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101案员工训练修理向下修理保养与保固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102案员工训练费用下专业服务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103员工训练费用下材料及用品费减列1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104案业务外费用、财务成本、利息费用减列3亿元，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105案其他营业外费用、投资性不动产费用下专业服务费减列1200万元，苏志芬等委员提案。第106案其他营业外费用、服务费专业服务费减列2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107案营业外费其他营业外费用下租赁费用的旅运费减列20%，黄伟哲等委员提案。108案其他营业外费用修理保养与保固费减列2000万，苏志芬等委员提案。109案其他营业外费用
杂项费、水电费减列10%，黄伟哲等违约提案110案；其他营业费、杂项费用、专业服务费减列15%，黄伟哲等违约提案111案；其他营业费用的材料及用品费减列10%，黄伟哲等提案112案。112案，投资依序是液化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冻结40%，苏志芬等委员提案，112-1，3-106年中油公司新增投资预算13亿5700万元，113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冻结1/5，苏定兴等委员提案，114固定资产之建设扩充改良。冻结5亿，陈明文等提案115万，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冻结1/2，王惠美等文提案16万，一般建筑及设备冻结1/3，蔡培慧委员等提案117案，截至104年八月底前，中油公司经营土地管理局有多笔资助、多笔土地低用或闲置情形，请台电公司针对闲置土地提出专案报告，提案人陈明文等提案118案。台湾中油公司105年度预算编列公安支出20亿3792万1000元，但该公司各县市农业局检查出其缺项仍高，凸显该公司对公安管理尚待加强。原提案要求中油公司对公安管理提出专案报告。陈明文委员等提案119万。中油公司长期以来油气探勘所获仍有限。提案要求中油公司加强对国际能源之掌控，并提升油气探勘成效，以提高自主能源比例，以确保能源之供应。陈明文委员等提案120案，请中油公司就如何做实公安稽核及近期重大工程公安事件具体掌控情形，一个月内向经营委员提出改善报告。苏任清等委员提案121案，请中油公司检讨其年度营运绩效目标与开源节流措施，一个月向地方经营委员提出专案报告。苏任清等委员提案122案。请台湾中油公司针对其转投资事业持续严重亏损之控管检讨与营运资金措施之检讨改善方案，于一个月内向立法院经理委会提出专案报告。苏立新等委员等提案123案。为善尽国营事业为企业之表率，则保障员工工作环境，台湾中油公司应于两个月内向立法院经理委会提交公安管制机制检讨报告。邱志伟委员等提案124案。台湾中油股份公司应于检视上述土地及建筑物之活化措施，提升资产运用效能。邱志伟委员等提案125万。中油提案要求中油公司两个月内提出重大公安事件之检讨计划，并向立法院经济委员提出专案报告。王惠美委员等提案126万。为督促中油积极创造土地利用价值，要求中油公司于三个月提出土地使用及闲置土地活化利用检讨，向立法院经济委员提出专案报告。王惠美委员等提案127案，建议中油公司应强化公安潜在危机因素，应尽早检修，加强税修与大修之检查成效，同时应核实编列停工损失预算。苏志芬委员等提案128案。目前针对石化及石油气的安全存量，有石油管理法定之，却未对天然气定有安全存量之规范，故建议政府应尽速订立 LNG 安全存量之法规，确保国内 LNG 的供应，维持民生工业至战备需求。苏志芬等委员提案129案，建议应依第190案，基于中宁路段路面坍塌意外及后续施工不慎造成管线破裂事件，导致中油主任公司石化部分出损甚为严重，未避免此损，但中油应尽速检讨报告。苏志芬等委提案130案。中油公司长期债务盈余快速攀升下，亦造成沉重的利息负担费用，应积极研磨因应对策，检讨落实并开源节流措施，以改善经营体质与财务状况。原要求中油公司一个月内将此情况报告立法院经济委员会。邱应文等提案131案。自101年度起至104年度八月底之投资报酬率持续为负值，且105年度预算投资亦持亏损，要求中油公司应督促其转投资事业，加强改善营运绩效。邱怡颖等委员提案132案。台湾中油公司办理人事训练及宿舍大楼所新建制工程22项采购案，因未妥善订立契约内容及严控
以致延宕设计期程，要求中油公司对上述行一个月之内作出检讨报告，送交立法经济委员会邱义莹委员等提案。第133案车案，第134案，中油公司104年度截至8月底，炼油厂共11次非计划性停炉，要求中油公司于3个月内向经济部提出非计划性停炉之原因与改善方案检讨报告。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135案。鉴于国营事业待遇平衡及考量时空环境之变迁因素，原要求中油公司于3个月内检讨对 BD 津贴提出修正。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36案，要求中油公司1个月内清查借调人员，并将规定不符或无必须继续借调者尽数归建。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137案，要求中油公司于3个月内提出工业安全改善方案，以确实塑造员工健全之工作环境，以维护民众生命财产之安全。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138案。中油公司截至104年8月底经营管理资产中闲置处一处，104年需负担之地价税及房屋税合计共达5706万6000元。中油公司财务状况屡见短处，每年却必须负担高额捐税，原要求台湾中油公司积极检讨资产活化计划，于2个月内提出活化相关报告。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139案。台湾中油公司已确定104年年底关厂。对关厂后带来的各项冲击，如员工就业、环境污染复原各项可能的问题及冲击，台湾中油公司1个月内提出说明及因应方案，送交立法经济委员会。廖国栋等委员提案。第140案，为平衡南北差距，促进中油重视在地公安管理，要求中油公司应于在2周内提出总公司迁移时程，并向经济委员提出报告。管碧玲委员等提案。第141案，建议其专案内容计划每3个月送交立法经济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包括工程进度、投产效能，充分揭露透明讯息。同时为要求该公司针对相关重大专案计划之前置规划作业欠周到，应尽速深切检讨。苏志芬委员等提案。宣读完毕。好，我们詹立善委员高若已用巴拉基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现在进行协商。那是不是请我们经济委员会各党团的助理联络一下各委员，赶快到现场来？我们包括我在内，一定要有3个经济委员会委员在场，所以请党团的助理通知一下，谢谢。哈，再一个，对，我们陈义成委员哈，哎，谢谢。